有女朋友的别的可以不会，这个也一定要会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元气汤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食材和做法都很简单，红枣、姜片、桂圆、红糖，大火煮开后下两个鸡蛋，记得枸杞要最后下，过高的温度会破坏枸杞的营养成分，比开水有用的多的元气汤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